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0号，星期二，是中华民国诞生112周年。早上8点，孤军路的主持者胡俊雄先生和来自台湾的熊先生等人，一起相聚在孤军路前，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升国旗、奏国歌。现在开始，请台湾的熊先生升旗。青天白日，中华正统，和平繁荣，永昌永寿。